然后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一题是吗？好像做来做去做不到它的答案，我们来再做一下这一题哈，第十题。他讲3、3、6、7、8、9、10、12、14、15跟 x 和 y，那它的平均是13，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三加六加七加八加九加十二加十四加十五。加 x，再加 y，再除以多少个数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除以10个数目呢，会相等于13。OK，那你的十可以拉过去，对面相乘就会得到130。你左边的话呢，就三加七得到十。还是很复杂哈、哦。九、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74，好像是74加 x 加 y。我们再按计算机按一下哈、哦，再 confirm 一下。OK，so 按下计算机再确认一下，三加六加七加八加九加十二加十四再加十五，74。所以130呢，我们再减去74，我们就会得到56。也就是说，x 加 y 呢会相等于56的。哎，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程式。也换句话说呢，这个 summation x 有用到吗？好像没有啊，没有用。那还有的就是标准差来讲呢，就是sigma 啊，sigma 呢就是我们的开根号x 的平方除以 n 再减去x bar 的平方。所以在这一边呢，我这一个呢可以把它换成根号102。那这个根号可以保留，summation x prime x square 呢，我们可以分别的再加起来啦，所以这个是33、33、9、66、36、77、49、88、64、99、81、144，14的平方是多少？196。再继续加上去，196，再加225，然后再加 x 平方，再加 y 平方，一样的，这个是也是除以十的哈，然后呢再减去13的平方，OK，大概是这样子。So 左右的根号可以去掉啦，啊，这左右的根号可以去掉，再来的就是我们要看一下。说九加36加77、49加88、64，再加99、81，再加144，再加196，再加225。OK，所以这个是804加上 x 平方加 y 平方，然后再除以十。然后再减去13的平方，我们再按下13的平方，得到169。所以换句话呢，169拉过去呢，就变成加法，然后再把这个10乘上去，再把804呢再拉过来减。所以这个动作呢，就是说我们102再加上169，过后呢，我们再乘以10。哦，然后这个再减去804，这个有点跳步了一下了啊，然后我们就得到 x 平方呢加 y 平方呢会等于1906了。OK，过后呢，我们应该就是用这个代入法啦，啊，代入法来把那个 x 呢或者 y 呢先找一下，然后就可以了。所以换句话呢，我们在这一边呢可以得到说 y 是等于56减 x。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丢进来这个位置 ，x 平方呢是加上56减 x 的完全平方等于1906。OK， 那我在加平方的时候呢， 56的平方要按一下计算机了， 56的平方得到3136啊，3136减去两个前乘后就是56乘2啊，56乘2等于112，然后再加上 x 平方等于1906，所以这一边呢我就会得到 2x 平方减 112x，然后3136减去1906，哦，所以这里是得到这个1230了。过后我们好像每一个都可以除以2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再除以2看一下，这个应该就会 得回56，这个就会是得到615吧。1230除以2，615。So 615的话，我们再按一下这个计算机哈，偷懒一下，因为615相当大。Degree， 我的 A 用 1， 我的 B 用负56，我的 C 用615。好，它就会给到我41，还有呢就是15，也就是说 x 减41跟 x 减15了。啊，然后呢我们的 x 呢就会是等于41或者15。那我相信啦，哦，那个 y 是用56去减的。啊，所以你56减41呢，我相信就会是15。啊，也就是说呢，就是 x 是41的话 y 就会是15。啊，或者 y 是41的话呢 x 就会是15。啊，大概是这样子。啊，互相对调这样子啊。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哪里啊，在哪里了啊，这里15跟41啊，这一回对了。所以我相信上个礼拜应该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对不对？应该是不会用其他方法了，所以意思是说方法是对了，只是说我们在计算的过程中呢可能是出了一些差错， OK， 所以就算不出答案来了。所以今天呢就算对它，那我们就结束了这个小节。 OK， 那我们进入 18.5 的部分，变异系数。好，变异系数，这个变异系数来讲呢，我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变异系数是什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啊，两组数多组数据的变异程度，变异系数是 sigma 除以这个平均哦，所以这个就是说sigma 为什么这么有用哦？所以他们其实在呈现上呢，它可以就是表达到它的这个变异系数有多大。所以为什么呢，这个标准差就是 sigma 呢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哦。在统计学来讲呢，这个什么全聚啦这个等等的那个离中趋势来讲呢，都没有比这个 sigma 来的重要哦。可能就是因为很多人去深入的再去研究这个 sigma 哦，然后有了很多方面的用途。OK， 所以说这个呢他就介绍多一个东西呢叫做变异系数。OK， 所以他用 sigma 除以这个 x prime， 不是 x prime 就是 x bar， 就是它的平均值，然后乘以180。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所以这40个女生呢，她的平均身高是 154.2cm， 平均差就是我们的 sigma 啦，是等于 4.2 的话，平均体重是 46.5， 然后平均差是 4.46， 所以我们就要看身高和这个体重的变异系数到底有多大。在这边呢，她用身高 sigma 是多少？ 4.7除以 154.2 再乘以180%，得到了 3.05%。 然后体重方面呢，它用 4.46 除以 46.5 再乘以180%，它就会得到 9.59%。
也就是说，身高的那个变差别啊，会比较大，哎，比较小哦，体重的差别会比较大。现在的人呢、啊，就是吃多，有些人吃很多东西，有些人吃很少东西，就会造成了、啊、其实我们身高哦会很比较集中，你可以感觉到呢，是身高大家都大概是160多到150多，然后也没有说差太远的情况啦，哦，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而且身高呢100多嘛，100多，然后大家都集中在十几二十。左右，whereas 这个体重来讲呢，平均在40，然后差不多也是20 kg 的左右的情况，所以体重的这个变异系数呢，明显的会比较大一点。OK，所以他这边是要你感受一下哦，变异系数到底在讲什么啊？例子一呢，它是。结果符合一般的常识，就是我们的人的体重中大概是在60左右啊，甚至你会看到最重的人呢是很重的那些去到120，对吧？就有加倍的情况。但是一般的人的在165，他并没有说身高可以去到加倍变到330，姚明都只不过200多而已。对吗？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的是，你以这个比例来看呐、啊，哦，体重有人可以比平均值多一倍的，但是在身高呢，就好像没有人可以去到这个一般人的身高的2倍，哦，所以换句话呢，就是这个身高的变异系数呢会比较小一点这样子。OK，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呀、啊。OK，随堂练习的部分很好吃啊！你这么黏我，这么在我身上黏谁哥 ？OK，说随堂练习九啊，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华文科满分是100分，平均分大概是70，平均标准差是10分。数学科满分是70，平均分数是40，标准差是8。那请问这两科的变异系数，变异系数其实是没有看那个满分的哦，啊，所以这个满分其实需不需要啊？好像不太需要吧，哦，所以我们也没有看说它的满分是多少分，我们要看变异系数的话，我们只是拿那个标准差除以平均的分数，再乘以180。OK，所以这个是华文科的啊，啊，华文科的。好，文科的，我们来看一下，大概是7分之1嘛，然后换去180%，所以是七一百除以七，得到14.29这样子啊，哦，对，哎，14.29% 这样子，OK，那数学科呢？数学科的话呢，我们的。平均分数在40，但是它标准差在8分，哦，但是虽然说它的那个标准差好像比较小，但是因为它的平均分数也很小，就八除以40呢是相等于5分之1，也就是20%，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数学的变异系数呢会比较大。啊，所以你不可以只是看，因为它的满分调整啊，满分调整呢比较少分数，平均分数也比较低一点，所以变成了标准差虽然比较小，但是它的平均分也比较少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它的那个变异系数会比较大一点。OK，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两个情况了。哎，感觉上变异系数很简单呢，然后突然间放一个18.5，这个有没有太简单了点 ？OK，我们来看一下这几题的，如果给了你平均数跟标准差，那这个很容易啦。如果他给的是这样子的情况，
哎，平均分数跟标准分数都有给的话呢，就很容易。但是如果有一些题目，很像第三题，你自己要去算平均分数跟标准差的话呢，这个可能就会比较难一点，就比较多工序了啊。到最后呢，这一章呢，其实也没有说很难啊，反正就是那个步骤会比较多一点而已。OK，so 这个要不对一下答案嘛？14.29，第一随堂练习9，然后14.29还有28先，随堂练习9，数学的变异比较大哦，它没有显示出来那个计算的变异系数是多少？OK，Anyway，答案对了。OK，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啊。OK，第一题，我还是写在白板比较好，那个写在 PDF 还是有点卡。OK，好，来看一下这一题哈。我们知道我们的身高，OK，它的变异系数，我直接算变异系数，它拿4.86除以这个115.87，这个肯定不是大人啦，这个是一年小学一年级啊，所以它的那个。数据也比较不一样一点。哇，我一看110多，好像很矮。哦，原来是一年级的啊。Marcus 也大概是120，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还不错了，超过了平均高度。OK，体重呢？体重19.39。Marcus 现在有20吗？应该有吧。然后1.26乘100，OK，好，所以这个我们只是计算一下，4.86除以115.87乘以180先，OK，4.19了哈，4.198先呢，大概是这样子，然后2.16除以19。19.39乘以180，这个是11.14，说跟之前的情况一样，而普遍上来讲，我们的体重的变异，都会变异系数都会比较大一点，就跟刚才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下表所示这个初中的五个班级，初一的五个班级，它的五个班级的平均分数，还有标准差，这个应该是没有成绩分班吧？第一班跟第二班，第二班比较好的成绩的感觉，但是最后一班还是比较差的。Anyway，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五班的变异系数，OK，都很简单，反正就是列了给你的话呢，其实是很简单的啊，就是平均分跟标准差的 result 给了你的，这些都是很容易算的，就是套进去吧，OK，丙是用10除以65了，然后乘180，OK，然后丁呢？7除以70乘以180，甲乙丙丁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哎呦，这个是戊。OK，我们按计算机，11除以62乘以100，都是7。74%，9除以74乘以100，12.16%，10除以65乘以100等于15.38，7除以70。乘以100，这是18先。
48线。8除以53是15.09。OK，这样子。说、so, 这个就是所谓的变异系数，但是如果你问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分数是不是需要算变异系数，才可以看得出来谁的分数？我的感觉好像不需要吧，变异系数，好像除非很像说，体重跟这个。体重跟身高，它的这个平均值的数量差很远，哦，就是体重平均的体重会在100多，但是这个体重会不会100多？体重会在50、40、50啊，到甚至60啊，男生的话可能去到60这样子啊，但是身高的话可能是100多。这种情况的话呢，我可能就需要算这个变异系数。但是如果你讲成绩来讲，大家的分数满分都是100，然后我已经算了它的集中趋势。在其算满它的离中趋势，是不是需要再算这个变异系数呢？那这个变异系数好像在这边，以这个平均值作为一个标准来看，好像是带有另外一层的意义了。哦，so anyway， 我们只是介绍这个变异系数的一些计算方式而已。所以我们也这个就感觉上就看不太出来，反正7的这个啊标准差比较小的，它的变异系数也比较小，那9的这个也比较排第二小，然后呢这两个一个8一个10，但是这个是比较低分比较差的那一版的这样子啊，所以那个变异呢可能就会比起来会稍微的大一点。是啊，是，感觉上是也是排第，反正就是也是排第三嘛，然后第四跟第五，对不对？所以你单单看那个标准差，感觉上都没有差太远的感觉。OK， 大概是这样子第三题，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你讲说要真的是去算这个变异系数的话，反而是那个平均数是。感觉上是不一样的单位，很像说一个身高，一个是体重，然后不一样的单位，然后不一样那个平均值会差很远的情况呢，才会有意义这样子了。OK， 所以他可能算这个变异系数的目的呢，也是要让这种不同的单位的情况，不同的平均值的情况，把它 bring 出同样的一个标准来比较这样子。OK， 好，第 A 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说、so, 这一边他给了你5个成绩，让你自己去算他的那个平均值、平均的分数，还有他的标准分数。所以组别 A 的平均分数，我叫他什么？我叫他 X bar 了啊，然后是 A 组的，说、so, 是60加98。加上76加上84加上52除以 5， OK， 然后这个计算一下，我们有60加上98加上76加上84加上52除以 5， 这是74， OK。如果是 B 的话呢 ？B 的话是88加58加上90加上69加上78，这个是再除以5。88加58加90加上69，再加上78。所、so, 以这一集再除以5，我们就会得到76.6，这是整数的哦，这题是整数。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B 的部分呢，它是要算标准差啊 ，sigma，
所以我们算 sigma a 它是60的平方加98的平方加上76的平方加84的平方加上52的平方再除以5，再减去这个74的平方的开根号。OK，so 这题就是60平方加上98平方，加上76平方，加上84平方，加上52平方，直接除以5，再减去74平方，再开一个根号272。OK，16.49。Sigma B 就会是88平方加58平方加90平方，加上69平方，加上78平方，这个再除以5，再减去76.6平方，开根号。OK，88平方加上58平方，加上90平方，加上69平方，加上78平方，除以5，减去76.6的平方，然后再开一个根号，所以这个是11.9696。OK，过后呢，他再要让你算它的变异系数，所以 C 的部分呢，就是它的变异系数。变异系数好像没有那个符号可以用哦，变异系数。所以这个是 A 的啦。那 A 的变异系数呢，我们是用16.49。除以它的平均是74，再乘以100%，whereas B 的那个呢是11.96除以76.6，再乘以100%，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个计算是怎样，16.49除以74乘以100，so 这个是22.28%。然后这个是11.96除以76.6，再乘以100，所以这个是15.61%。All right，所以这是各组的编译了，大概是这样子。第四题也是一样的，它要你算平均跟标准差，然后哪一个的波动比较大？相信它的意思，就是要算那个变异系数了。所以在这边呢，为什么我们是要？哦，你就是想说，为什么我们要变异系数？我们不能只是拿那个 sigma 呢？其实就不公平，因为葡萄的这个价格是平均来讲会比较贵的，木瓜的价格是比较少的。然后，所以如果我们看波动的话呢，20块增加个2块钱，你需不需要这样计较？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但是木瓜来讲呢，它是3块半，然后你波动个五。啊，波动个1块就感觉上它的1/3的价格了，所以变成了你会看到呢，在这个情况下，它的平均，我们就都是以一个平均值，就是看它的那个变异，它的那个标准差除以平均呢，就变成了有比较有意义了一点，所以在 B 的这个呢，就是让你看得出来，这个情况呢，我们为什么要用变异系数来比较这样子。哎，这个也是一样啊，但是这个是分组的啊，好嘞，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了。哎，这个我放大一点，这个我变小一点了，这个变小一点，这个变大一点，OK，比较好。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的。
第四题的情况。OK，so 木瓜的平均，我们讲 x 八木瓜。OK，so 木瓜是3块半，加上3块，加上2块半，加上3块2，3块6跟2块8。3块6，2块8，所以这个是6个月的一个平均价格。然后，whereas 另外一个是葡萄，哦，葡萄的价格20块、22块、24块、23块，第五18跟21。这个也是6个月的价格。OK，20加20，22，加上24，加上23，加上18，加上21，除以6，21.33，21.33。OK，3.5。加上三，加上2.5，加上3.2，加上3.6，加上2.8，除以六，我们觉得是3.1。OK，过后呢，我们就要算那个西马了，对吧？西马木瓜。我们就不写了哈，我们直接按计算机就好。3.5的平方，再加上3的平方，再加上2.5的平方，再加上3.2平方，再加上这个是什么？3.6，加上3.6平方，加上2.8平方，加了起来，我们再除以6，再减去3.。的平方，然后再开一个根号，我们得到0.383。哎，我们多一位小数，Sigma 葡萄，OK，我们也是直接按计算机，20的平方加上22的平方加上24的平方。再加上23的平方，再加上18的平方，再加上21的平方，这一个除以6了之后呢，你要减去21点，这个是三分之一哦。所以如果我用21又三分之一会更准确一点。好，然后拿平方。这减得出来，然后我们再开一个根号，就会得到11.972。So 这个你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木瓜的这个，哦，才0.3334三角钱罢了嘛，这个是哇1块多诶，感觉上这个的变异很大，但是问题是哈，这个的变异系数啊，变异系数木瓜的话呢？它是用0.33除以3.1而已，哦，因为它整个价格才三块一，平均起来3块1，然后你的 fluctuate 三角钱呢，对它来讲是大概是10% 了，哦，但是11.97跟21.33这个比较，我相信它的那个。葡萄的那个 fluctuation 应该会比较小。哎，葡萄的变异系数啦，哦，我偷懒写，不要写这么长。0.383除以3.1，我们再乘以100，我们得到12.35%。哦，这个是像我刚才讲了。我目测大概是3%这样子啊，1.972除以21块，
33 cent 好，再乘以100，这个是9点多%，9.25%。So，当然它也是靠近10%啦，不过这里两个比较起来，波动三角钱的那个木瓜的是比较大的哦，根据那个数据来看，所以我们每次啊，所以包括了什么呢？现在我们每次买那个什么 Grab Food 啊，是吧？每次买食物。啊，不想出街，然后买食物啦，然后他们每次就会 charge 那个 delivery fee。我太太每次跟我讲，哎呀，才5块钱罢了。我就跟他讲，你不是现在不是5块钱罢了的关系，他们的计算呢，就是当然他们的心态就是说我再一趟我就是5块钱哦，对不对？对他来讲是很合理的，但是其实对消费者来看呢，精明的消费者呢，你自己就要看哦。你买一包面10块钱，然后你就加这个5块钱，就是你买的面是10块钱，你买你就要加5块钱变成15块。你讲15块也没有很多嘛，但是你要看哦，它的这个5块占了你买的东西的一半了哦，所以也就是说它是50% price 的。加58%的价钱，所以为什么要买？就你买多一点东西一次过，不然的话呢，感觉上是很蠢的。你加了那5块钱呢，哦，就是他58%呢，但是人家买很多，然后加五块钱，我觉得是还好的。所以我可能我也是一个很笨蛋的消费者啦，啊，就是鼓励人家买多一点这样子，不过这个是我的 mentality，就是说你买的你要看那个，你要看那个运输费值不值得，你要看你自己的买的东西多少钱，你加这个运输费加了进去的话。整个 calculation 你自己要去计算呐，啊，你的运输费占了你买的东西的价钱的多少%，啊，包括 Shopee 的那些，当然你都是要用这样子的一个看法，不然的话，有些人买了几角钱的东西，你的运输费几块钱，我想都是傻的这个人，你但是他就讲我也只是要几角钱的嘛，我也不想要买太多。所以这个就是看个人啊，这个就是消费的那个思维了。OK，第五题。OK，第五题啊，我们来看一下，一样的情况，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甲班跟乙班要分开算，对不对？因为分组的情况要去算那个，平均数跟那个。标准差那个整个的计算 calculation 呢没有这么容易了。OK，so 可以放一起吧？好像是可以吧？放一起啊，这只是说你不要弄乱哪一个打哪一个啦。所以这个是40到49，50到59，60到69，70到79，五个 category。OK，80到89。So 我们有 F1。当然，它要列多一栏是那个主终点啦，所以这个 x 是大家都 sharing 同样的，f1 跟 f2 不一样，然后呢要列 f1x 跟 f2x，然后再列一个 f1x square、f2x square 啊，所以这两个呢是要列的了。Alright，所以这里是多少？44.5，好吗？40加49除以2等于44.5，所以这里54.5、64.5、74.5、84.5。OK，F1 这个是甲班的了哈，三四十十六跟12，然后 F2 是40、17、14跟一，两个相乘呢，这里两个相乘放这里。人数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都是很多步骤的，3加4加10加上16，
加上12，这个是45个人，加班有45个人，一般呢4加10加17加14再加1，46个人，多一个人呐、啊，好像是诶，好像是多一个人，应该没有按错诶。八16，是哦，同一个人。So 这一边，这里两个要相乘呢，按计算机。OK，我们是讲了啊，三乘四4.5，对不对？啊，然后再加多一个平方，就写后面133.5，是这一边。然后呢，后面再加平方，我就写后面。唉，又是很大的数目。主要这个二位数呢，在二位数，然后加平方就是很大了，所以这个可能要去学后面一点。等下我们写完这里再看的啊。Alright，所以这个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是四乘，如果我直接用四乘这个，四乘这个。也是一样，这个是178，然后再加平方，就会得到 f2x 平方，这是7921。OK，so 看一下够不够，我直接放大完了，不然的话一直看不到。OK。说、so, 应该不需要课本的东西了，我们来，自行的再去按完它。OK，说、so, 这个是4×54啊，然后没有平方的了，这是218。然后如果是10×的话呢，就55了哦，这个不用按计算机都知道了。然后如果有平方呢？这个是11881，11881。当然，其实不用写完的，有时候呢，你就0.75，你就进位啊，其实差不远的，哦，不用这么准的，有时候。OK，所、so, 以这个是如果是十的话呢，所、so, 29702.5。29702.5，10×64，这个不用按计算机，我也知道65。但是如果是17嘞，64.5，没有这个没有平方，那是1096.5，1096.5加平方。十乘这个64.5平方，41602.5，41602.5，如果是17嘞，70724.25，70724.25，16。乘上74.5，11192，14嘞，1043，16后面平方，88804，88804，14。77703.5，77703.5。OK，最后一个是12×84.5。OK，就是1014，这个是84.5，然后
12拿这个再取平方，85683，85683，如果是一的，7140.25，7140.25。哎，好了，那我们全部加起来啊，133.5加上218，加上645，加上1192，加上10114，就3202.5，3202.5，再来178。加上545，加上1096点五，加上1043，加上84.5，92947，29947。过后呢，5940.75。加上11881，加上41602.5，加上88804，加上85683，看一下啊，23391.25，23391.25。我错开写下面，又不够，知道不够位，等下会打架，看不清楚了。哈，OK，7921加上29702.5，29702.5，70724.25加上77703.5加上7140.25，1931915，1931915，哎，不是，1931935，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所以我们有 A 组跟 B 组，对不对？A 组的那个平均。是3202.5除以45，然后 B 组的平均就会是2947除以46，然后 A 组的 sigma 就会是根号233.91，233911.25除以45。减去这个 x bar 的平方，等下我们计算一下，再套回进来。这个 b 的 sigma 就会是193191.5除以46，减去刚算出来的，再丢回进去。OK，我们来看一下，3202.5除以45。41.17，71.17，OK，那这个71.17平方放进来，我们再算一下，23391.25除以45，减去 answer 平方，然后再开根号 answer，11.547。2947除以46，64.07啊，不过没关系的，64.07。虽然我是这样子写，但是我其实按的时候呢，我们用安遮平方，所以其实我是取了一些很精准的数据来的啊，193191.5除以46。再减去 answer 平方，OK，然后再取根号的，说是9.77。OK，所以我们再看那个
是要变异系数是吧？哦，求变异系数哈，总平均等等啊，这变异系数，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A 的变异系数，就会是11.547除以91.17乘以100%，然后 B 的变异系数就会是9.77除以64.07乘以100%。我们看一下，11.547除以71.17乘以100%，16.22%这样啊。然后9.77，当然你直接9.77乘以100就是99.77啊，所以64.07，哈，这样子按也是可以的。说是15.25%，所以比较起来的话呢，这个 A 的变异系数呢是稍微的大一点点这样子了，所以它毕竟是一样的那个，怎样讲呢？就是一样，就是成绩啊，以成绩来看，就是它的，反正就是感觉上就是两个都是成绩，那它的变异系数应该是说没有说差。太远的情况这样啊，所以 anyway，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答案，对不对？这个是18.5的部分，然后第五题，变异系数他们用 V 哦，哦，他们用 V 了，所以 V16.23。我觉得还可以啦，哦，差一个0.01的一个情况，然后两个来讲呢，木瓜的变异系数是波动是比较大的，然后它是33.1，它是12.13，算出来的那个标准差，这个是0.38，这个是1.97的，OK，然后B。C 的那个变异系数是22.29，也是一样差一位小数位，我觉得是还好的了哈，然后这个是15.61这样子哦，还可以接受了，11.96，然后16.49，76.6，然后这个是74。第二题来讲，它直接的是讲那个丁班的变异系数是最小的。也没有写，没有计算出来，没有写出它的计算的那个答案。然后体重的变异是比较大的，11.14%，然后另外一个是4.19%。OK，没问题。所以我们来进入54面的18.6，好，相关系数，跟之前讲的是变异系数，就是说这一组数据，它的那个 sigma 占了它的平均的多少%啊？其实简单来讲呢，就是 sigma 占了那个平均的多少%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感觉上就是比较容易的，去感觉一下哦。主要它是把所有的，因为不同的物。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这个平均的数据，然后呢，他们再以这个比例，然后再换成 percentage 来讲，就是也就是说，它可以把所有的数据呢换成，以巴仙率来呈现呢，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比较它的那个变异有多大。但是这里呢是相关的话呢，18.6呢，它要研究的是两个数据有没有关系。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呢，通常来讲呢，身高跟体重呢都会是成正比的嘛。对，是长得越高的话呢，通常体重也会越重啊。这个其实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不一定哦。有些人就是又矮又肥的，对不对？因为又身高又矮，但是体重
又会比较少，但是这个可能是占少数的，啊，可能占少数的。所以呢，在一些情况来，这个，但是它又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它在这一边呢，我们就有多一个要计算的东西，就是相关系数，就是说它的关联性有多强。啊，身高跟体重，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他们有一定的关系，就是通常身高越高呢，体重就会比较重一点哈、哦。这个是大部分呢都会是成正比的情况，当然是有少部分的人是不符合的啦，哈、哦，又矮又肥的情况，或者是又高又瘦的情况这样子。OK，不过他们的关联性有多强，这个就是我们要计算的，我们叫做相关系数。OK，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当然除了这个身高跟体重以外，还有很多不同的有些 study 就是说你要看看你自己要研究什么样的对象。我们的世界有很多很多样的不一样的那个变数，就好像那个科学这样子，我们每次讲研究说这个的超松性变数嘛，然后你其他是固定性，这科学不同，科学可以固定。啊，但是我们真正现实生活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固定性变数，所以变成了我们也不理它的这个固定性变数，可能就是没有固定，没有固定性变数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只是要研究两样东西，所以换句话呢，就是我只有一个超中性变数，一个是。也不算操纵啊，没有的操纵，所以在 statistics 里面是很奇怪的啊，就是把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分别的去做 statistics 去把它联合，去反正就是一个人你跟我填这两个资料，每一个人跟我填这两个资料，然后我们 plus 在这个 x 跟 y 的轴上，哎，他就会看到有没有一样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讲说哦，你每一天呢读书的时间写下来，我也写下来，然后你的数学或者是总平均 ，OK， 总平均跟我写下来，所以他也不理这么多，可能你可以讲说这个人可能数学比较强，那个人可能什么的，这些我都不理，我只是要看你读书的时间跟成绩的关系，他就 block 了出来，可能有一些读了很多很多小时，但是很差，还是有人在。不过普遍呢都会在那一条线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相关系数、哦、等等的，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首先它会有一个分布图，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分布图这边它就做了一个例子，就是把每一个把15个它也没有办法做完，我们 statistic 就是这个特点，我们没有办法做完，我们只能抽几个来做 OK， 所以它抽了15个的十岁的儿童，然后叫他们填他的身高跟体重，当然这个就没有的骗了、哦、有一些读书的时间是可以骗的，而且有时候我读了多久，然后也是很难讲，对不对？所以就是看自己诚实，但是有些东西可以 measure 的话呢，就是身高跟体重这个就没有办法骗，就少了一个不定性的因素了。有时候有些 statistic 啊，它有很多是没有办法 measure 的，可能就是说这个人自己诚实的回答这样，就会有一些错误的出现。不过数据一大起来，其实这种偏差其实是会 eliminate 掉的哦。OK，anyway， 我们再看回这个身高跟体重，他们把它全部一个人的身高体重 block 出来，然后呢，你把它当做是一个 x 轴跟 y 轴的一个情两个轴，然后把它 plot 起来。所以，比如说这个人是126的，然后他是41公斤，你就在这里 plot 一个点， 41公斤 plot 一个点。然后这个人是130的，然后他是只有42公斤，他又 plot 一个点。啊，以此类推，他 plot 了1、2、3、4、5、6、7、8、9、10、11、12、13、14。14个点，他 block 了14个点，哎，不是15个人呢，我再算一下，1、2、3、4、5、6、7、8、9、10、11、12、13、14，是不是有同样的人，同样的高度，同样的，
啊，我没有错，所以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高度，一模一样的重量，你就会eliminate 掉那个人这样咯，因为看不太出来。不过这个是分布图，我们可能看不太出来，但是在数据的计算来讲呢，这两个人呢是算两次的。好，所以没关系，等下我们来看一下是怎样去计算那个相关系数的。OK，所以这个是分布图了，所以这个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只是。教你怎样去画 plot 那个分布图而已。至于你讲说，老师这里的轴跟这里的轴，我要怎样定呢？其实很简单，你是身高，你就看最高的身高是多少，最矮的身高是多少，你就决定了这一边呢要用哪一个 range。你会看到我们不是从零开始的，如果从零开始，我们很难画，对不对？我们只是集中。这个全距就在这里，全距就也在这里，所以把这个图呢，就是尽量的 stretch 到，满它，stretch 满它这样子了。OK，没有问题了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之间有没有关系？这个好像画不太出来，但是如果你一 plot 多了之后，你感觉上，哎，好像就是有跟循一条线的往上这样子，哦，因为毕竟15个人还是比较少一点。啊，你要看到整个有一个趋势的话，可能要上100个人啊，你就会有那个趋势了。OK，所以当然我们看一下啊，直线之间有没有关系？所以这两组数据到底有没有关系？有一些是有正关系，就是这个越多，那一个也会跟着越多，这个我们叫做正关系。有一些是负关系，可能他给的是。你打机的时间，你玩游戏的时间，跟你成绩可能这个就是你玩的越多，然后你的成绩就越低了。这个我们就叫做负关系了，对不对？还有的就是零关系，零关系就是完全没有关系，就是感觉上好像之间完全没有拉楞那样子，就变成了他们可能计算出来，到最后有时候你的逻辑以为他们有关系，但是你。做了statistic 出来，才发现到这两者其实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或者是其实甚至是那个关系很少，就是系数啊，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相关系数呢，它是以一到负一之间的一个数据，所以如果可能是少过0.5来讲呢，它其实都是一个很弱的一个关系的。OK，所以到最后呢，我们也是要看一下它的关系到底是多少。所以可能零相关，可能也是不会真正去算到等于零的情况啦。不过你可能是差不多很靠近零啊，0点多的情况呢，我们都是是当做是这个关系已经是弱到你可以讲它是没有关系的啦。OK，好，所以这个是零所以。完全的正关系，这种是只有我们做实验，甚至有时候做实验哦，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完完整整100%的一条直线，对不对？所以这种是在真正的，如果你讲说 statistic，你要研究的两样东西，很少会准准这么 perfect 的一条直线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其实，如果是除非跟 formula 有关，不然的话呢，很少能够得到这样子100%的一个正关系。甚至在实验啊，物理实验也好，什么实验也好，它都会有一些的偏差，对吧？会有一些的偏差。不过那个关系是蛮强的啦，就比较说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哦，就是高度的正关系。中度的正关系，你可以看到这个呢，已经是很多很贴近那一条直线了。这个松散了一点，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关系还是有在的。OK，然后呢，这个是很低的一个正关系，然后这个是完全看不出有关相关。你看，可以看到了，每一个点好像都有啊，对吧？整个 range 啊，好像都是好像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所以这种就是完全零相关了哦。不过当然是在数据上，可能你还是计算到零点零多的一个情况了哦。说怎样去计算那个
相关系数呢，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OK， 所以这边是要给你感觉一下那个相关系数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的怎样去看呢、啊？哦 ，A 的那个呢是完全相关 ，perfect 一条线准准，斜率是正的，我们叫做正正相关，另外一个的叫负相关了、啊、哈、哦，完全相关也有分正相关跟负相关。再来的就是有时候是高度的相关，有时候是中度的相关，有一些是低度的相关。有一些是完全上下又对称，左右又对称，完全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趋势。那这个呢，我们就是相关程度为零的一个情况了。OK， 所以相关系数怎样计算呢？非常复杂。我只能讲说，以前呢，这一个相关系数来讲呢，我们是没有在理科班呢用旧课本呢是没有算这个东西的。然后我有没有学过呢？我在 STPM 的 Further Maths 有学过，所以这个东西老实讲呢，是对很多甚至是数学老师来讲呢，可能都是蛮新的一个东西哦。所以这个是相关，但是我们哦加可能因为上课的学生可能会比较用到这个 statistic， 所以为什么呢？他们加进来这个文科班的课本。所以一加进来文科班的课本呢，我们的高级数学原本是高级数学跟高级数学一是同样的考卷来的，就是高级数学是文科班考，但是高级数学一是理科班考，但是这两份考卷是一模一样啊，100%是一样的，所以在同一天考过后呢，因为新课本编了之后呢，好像是在2016年开始呢，2016年开始呢，这两份考卷呢有18%是不一样的，所以这18%呢就会是可能是加入这个部分的啊，加入一些理科班没有考的，他们加进来，然后文科班可能会比较不在行的，那他们理科班那边可以难度再调高一点，就给他们考这样。All right， 所、so, 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啦。啊，所以相关系数呢，以前呢我是在 STPM Further Maths 来上的。所、so, 以怎样去计算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首先我们要看的是，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反正就是到最后呢，他的计算是这样子，他是计算出他的那个 X bar， 就是他的那个X 的平均数跟 Y 的平均数，然后呢X 每一个点的 X 跟 X 的平均数相减，跟 Y 的平均数相减，然后这两个数据相乘，所以也就是说 X 比它多的话，它的 Y 也会比较多咯，所以这个是正相关啊，如果是正相关的话呢，你就会算得出正的值来，然后如果是负相关的话呢，你就会乘出一个X 一比 X 八来的多 ，Y 一比 Y 八来的少，哦，这个就是它的负相关。所以离得越远，理论上来讲呢，这个 Y 也会离越远，哦，所以这个是就是它的那个如果趋向于一的一个关系的话，然后还要看什么？就是反正就是它把两个数据，两个数据跟你的两个的数据跟那个平均值相减之后相乘，然后把它们全部的点的这个数据相加起来，再除以然后这两个数据相减再拿平方，再加起来，再乘上 y 减 y 八的平方再加起来。在两个数据在相乘，你这两个其实有差别哦。这个是 x 跟 y 相乘了之后，再把每个点加起来。这个是 x 取了平方加起来，这个 y 取平方加起来，两个分开计算，在最后才乘起来。哦，所以它的这个顺序上是有不一样的。然后再开根号，
然后呢，这个数据这个数据相除呢，就会得到它的相关数据，相关系数。所以这个单单从那个公式呢，你感受不到为什么它要这样子计算。所以那个当然他们study 这个方面呢，他们是有去去研究过啦，当然也是有研究过，然后呢为什么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关系。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R 如果它是相等于1的话呢，它就是完全相关的，1到 0.7 呢就是高度相关，0.3 到 0.7 就中度相关，0到 0.3 呢就是低度的相关了。 OK， 所以这里它已经有定义好那个 range 了。因为为什么会有一个绝对值呢？因为它是1到负1，然后呢是对称的，反正就是等于1跟负1呢它都是完全相关，一个是正的正完全相关，跟一个负完全相关啊，所以都是等于1或者负1呢都是完全相关的啦。 OK， so 这个是划分的，当然这个划分呢是他给的一个参考，也不是绝对的。有一些人觉得说应该是 0.8 以上才是高度相关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应该是 0.2 呢才是属于低度相关。这个高低中反正就是从0到1的一个系数来的啦，也一到负一啊，理论上来讲，一到负一的一个系数。OK， 说在这一边呢，他们又套入另外一个怎样？他把分子跟分母都除以 n， 应该是这样吧？分子跟分母都除以 n， 然后你就会看到它的这个更简便的算法。为什么更简便呢？因为它在分母这一边呢就是一个sigma， 这个就是那个 sigma 来的嘛，对不对？因为有根号，所以就是说 x 的 sigma 乘 y 的 sigma 作为分母，那只有分子上面呢是做了一个 x 跟 y 的之间的一个关系。而且你可以看到的是它的那个整个逻辑来讲呢，你感觉上跟这个是很像样的。这个是 x 取平方，然后再除以 n， 再减去这个 x bar 取平方，而这一边呢它是以 x 跟 y 相乘，那它就没有平方了，对，然后再除以 n 咯，然后再减去 x 8乘 y 8。所以这个的公式跟这个的公式其实是一样的吧，只是说他用了另外一个方式去呈现，然后呢他再除以 n， 当然这个情况 n 两个的 n 应该是都一样吧，我有 x 值我一定要有 y 值我们才会有对应，所以 x 跟 y 的那个 n 应该是一样的了。所以如何怎样证明这个公式呢？你可以从这一边再除以 n 了之后，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展开它了然后跟上面类似了。我们有一个 format 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那个 sigma 的那个计算有一个 format 就是 xi 减这个 x bar 的平方啊，然后除以 n 啊，那个有两个 format 的一个情况嘛，所以应该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去证明到了，所以我们用的应该是用这个方法。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不过其实你讲是讲简便，但是到最后也是很繁琐，有没有？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有 A B C D E F G H I J， 十个学生的一个测试，然后呢，他的性向与成就，性格的性，性别的性是不是这样子？性向，然后性向也有系数的，
Anyway，这个得分我也不知道他的分数是怎样来，反正就是他的性向跟成就，都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评分，然后得到可能是1到10的一个分数这样子啦。然后最高分你可以看到性向最高分是9分，这个成就来讲最高分是7分，10分这样子，所以可能就是去到了一个十分的一个。0到10分的一个分数这样子的。Anyway，说、so、过后呢，还要怎样做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情况，我们要怎样看性向跟成就到底是不是有相关的？啊，主要是要研究这两个东西。所、so、以我们先看啊，他怎样做嘞？他把 XI 列出来，跟这个就是 X 的分数了，对不对？性向的分数，我们就要 x 的分数，好，1477539597，1747753957，然后呢，y 的我们就作为成就的一个分数，1143576789010，OK。所、so, 以怎样计算呢？它就列了一栏是 x 平方，啊，这个取平方，y 平方它又取了，然后呢，x 乘 y 它又做了一栏，OK，然后全部相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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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后呢，它就套那个公式了。首先它先要算是。50除以10就会得到5了，这个是 x bar，60除以10也是得到6了，这个是 y bar 了。然后他在套这个公式的时候，308在这边，啊，308除以10再减去5的平方，430再除以10再减去6的平方，然后呢，343在这边除以10再减去5乘6。算出来呢，大概是0.6748，所以在性向跟成就的关系呢，就变成了有一个数据性的一个关系的那个证据这样子哦。但是这个关系虽然也没有很强啦，大概是0.67，这大概是中度吧，哦中度这样子了哦的一个关系这样子，所以关系系数呢，你要注意啦，一般上是取4位小数，因为它是1到负1之间的一个数目，所以如果你取了只有2个小数的话，感觉上好像太不够显示这样子了。OK，所以求例题一里面，求例题一，例题一的儿童身高跟这个。体重的相关系数，然后去叫你判断它的这个相关程度。所以，我们来看回去那个例题一啊。所以，例题一应该是用显示了这个对吧？显示了它的那个分布图了啊，就肉眼这样看，感觉上好像看不太出来。所以，我们要现在要计算一下。到底它们之间它的相关系数是多大？OK，来看一下。所、so, 以我们一 x 呢，我们就列了那个身高了，126啊，130啊，110啊，123，118，130，127，还有多少？再缩小一点。OK，我算到了127、124、116、112，然后123、113、121、115、120，还有118。OK，列完了之后，我们就有 Y 是41、42。38，然后36，33，45，34，35，30，
三十二、三十一、四十、三十四、三十五、二三三。OK， 所以这里有几个人呢？这里有十五个人呢。OK， 所以等下我们再列，都依然是 x 平方，还有 y 平方，还有一个 xy 的，对吗？然后算了出来，然后我们就要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关系啊啊。OK， 所以计算机126取平方得到15，好像不，我写一下15876。一五八七六，一三零平方，觉得一六九零零，一六九零零，一一零平方，一二一，一二一零零，一二三平方，一二三，一五一二九。一五一二九，一八平方，一三九二四，一三九二四，一三零在上面有，一六九零零，一二七，一二七，一六一二九，一六一二九，一二四。一五三七六，一一六啊，一三四五六，喂，一三四五六，一一二嘞，一二五四四，一二五四四，一一三。一二七六九，一二七六九，然后我们的一二一，一四六四一，一四六四一，然后还有一一五，一三二二五，一三二二五。这个应该是14400，然后118上面有吧？118有哦，在这里13924啊，然后我们再来找 y 的平方，41平方，1681 1681 42平方。一七六四，三八平方，一四四四，三六平方，一二九六，三三，一零八九。四十五平方，二零二五，三四，哎，三十四，一一五六，三十五，一二二五，三十，九百。九百啊，一零二四啊，这个啊，其实很多老师就不要教了，因为写到一般他们就已经没有耐心写了，但是我们又要求学生就耐心写完喽。啊，九六一，哎，我在想啊，出这个题目的老师到底是谁？恐怖嘞，这样子来出，
不过 so far 没有出过这个题啦，啊，这个统考好像没有出过这个题，要学生算相关系数好像有出过一年了，啊，我们等一下，我们迟点再看一下有没有历届题。这个相关系数应该是，即使要出，应该是2016年过后的，2016年过后呢，我们才有类似的题目。33有啊，1089我们照抄。过后啊，还有 XY 相乘啊，所以这个其实呢，它是两个对应呢，是就是哪一个人是对应哪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这个为什么呢？这个不可以混着来算的，应该是分组的话呢，是没办法来做的。好，没有办法说，好像分组，好像说 A 组跟 B 组分开的，然后要你算，好像没办法。5166，所以这种题型呢，它一定是 discrete 的哦，应该吧？不要等下有不是 discrete 的我就打脸。5460，5460，这个我们要算完它，还真的是38。4180，1233，36，44252，44280，然后118乘33，38，94，1300。乘45，5850，127乘35吧，哎，34，4318，124乘35，4340啊，4340，然后呢，116乘30，3480，它工序很多，然后呢，会很容易出错，哎，所以这个是最麻烦的一个部分了，3584，这不以前我们 SGPM 大概就是啊出这一题啊。也就是慢慢在那里慢慢乘，慢慢乘，然后当然现在很多人就讲，哎哈，可以丢进去，电脑去算，放去 Excel 是很快的啊，所以如果是，诶，这么我没有想到，我一直用手机算，哎，不过没有办法，因为你们技术，哦，你们考试没有 Excel 给你开。开 Excel 列出来其实很快的，115，当然有人就讲说，我们学校就应该要跟教学生怎样去好像说计算这种的时候呢，开 Excel 计算了啊，是咯，我等下可能开一下 Excel 告诉你，如果在 Excel 是讲计算啊，当做是对一下答案也好。你就觉得妈的，我今天啊，代表这么多是干嘛嘞？38，94，还有按计算机，还有把按计算机把这个加起来，这个加起来跟这个加起来，还有这个加起来吧，反正全部要加起来了，对吧？全部要加起来。嗯，唉，小时候看来按。开 Excel 算了啦，126加上130，加上110，加上123，加上118，加上130，加上127，加上124，加上116，加上112，加上113，加上121，加上115。加上120，加上118，OK，1803，
再来看41加上46加上38加上36加上33加上45加上34再加上35再加上30再加上32再加上21再加上40再加上34加上35加上33 OK 539过后它要除以15的，对不对？所以它的 x bar 写这里，我们用1830除以15，就120.2这样子。539也是除以15，35.93。过后呢，这几个要加，我突然间想要缩沙缩换区，15876加上16900加上12100，121，你看啊，代少一个一就够了，00加上15129加上13924加上。16900加上16129加上15376加上13456加上12544加上12769加上14641加13225。加上14400，加上13924，217，293。OK，我们来看一下，16881，加上17640，加上1444，有没有猜到一二勾力？1444加上1296加上1089加上2025加上1156加上1225加上900加上1024加上961加上1600。加上1156，加上1225，加上1089，19635，19635，啊，最后一栏哦，加油！5166，加上5460，加上4180，加上4428。加上3894，加上353，5850，sorry，5850，加上4318，加上4340，加上3480，加上3584，加上3503，加上4840，加上3910。加上4200，加上3894，61897，61897，然后我们套公式，我们套什么公式？我们的公式相关系数是61897。除以15减去120.2乘上35.93，对吧？然后，这是什么？217293除以15减去这个120.2的平方，
再乘上19635除以15减去35.93的平方。啊，大概是这样子吧。我们再按下计算机。61897除以15减去120.2乘35.93。哎，这个是有负值的出现哦，我们看一下。-19.3193 除以这个根号的这个呢，217293除以15减去120.2平方，这是38.16乘上19635除以15减去35.93333平方。哎，我为了要减少那个误差，17.80这样子吧。然后这个呢，再乘上38.16，再开一个根号，然后再用负，再用192.3193除以这个answer，然后有负值的，所以大概是负7点多呢，是错了的，因为我们要算到。我们要算到是负一到一之间的值，所以我是错在哪里呢？我看一下，对呀，这个平方这个有啊，这个平方啊，减这个两个相乘啊，除以十五啊，除以十五，除除以十五。没有错诶，不可能的哦，不可能的啊，两个相乘，61897除以15减去120.2乘35.93333，这是负19。对呀、啊，点七，哎，如果放点33333变72了，那我们可能放下72吧。不过这个应该也是不影响不大吧？哎，7293除以15减去120.2的平方，38.16，这个对，19635除以15减去35.93333的平方，再乘上38.16。再开一个根号，不对的，我觉得在某个地方可能计算错误了，所以我们还是乖乖的开 Excel 来算一下，看对一下之前的那个数据到底错在哪里。唉，所以用手算真的是，这是这个工序用手算是一个很蠢的一个做法。我来看一下啊。OK， 所以我们在这边是，其实在 Excel 呢，你只需要放一栏是叫 X， 一栏叫 Y， 然后你只要 key in 这个126130110啊，123118127114116113121一二零一八 ，OK，
key in 这两组的就可以了，所以它是很方便的啦。38 36 33 45 35 30 32 31 40 34 35 33。所以 x 平方嘛，这个是 x 平方，也就是说我拿这一个，取平方，取平方怎样算呢？取平方不会，你就乘回它自己了，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做法，所以你整个拉下来，搞掉，那对呀，然后呢，我们在这一栏，我们就放 sum， 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等于 sum。这里括弧起来1305，这个没有错。然后这个是 y 平方，有没有？就拿这一个乘这个 ，sounds stupid， but 应该是有 square 的方圈，只是我不是很会。对，然后这里反正是 sum 的，就是上面的几栏 sum 起来，就这里应该有没有错？对呀、啊，对呀、啊，全部对呀、啊。然后呢，这个是 x y， 所以它是哪？它是你放一个等于，然后 click 这一个，然后再乘这个，然后就按 enter 5166，然后拉下来，这个再拉过去，啊，这个算错了，啊，所以你看我按到这样辛苦。然后用 Excel 拉一拉，拉一拉就算出来。这基本上这边好像都没有错嘞，这边都没有错，只是可能在按最后按计算机弄错了。哎，可恶！对对，所以这个你看啦、啊，我们按了计算机就知道这个数据是错的。这个是65047 ，OK。所以这个是65047，当然这边有没有做相关系数的方法，应该也是有啦。不过我们我这个除以15啦，啊，这个应该也是没有错，这个除以15应该没有错。然后你套公式的话，哈。那个 R 就会是等于这个除以15除以15减去什么平方，减去这个乘以这个，对不对，就乘以这个，然后还有什么，然后还要外面还有除以 square root of 什么呢？square root of 这个东西，让我想想，除以15，减去这个，不是，减去这个。乘这个，没有双括弧的做法，双括弧再乘上这一个除以15，再减去。这个乘以这个的广告弧高点啪六零点六多 ，OK 啊，就零点六多就看起来就比较像样了一点了。OK，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65047除以15减去120.2。乘以这个35.93，
所以分子不是这一块的，是17.68。17.68除以这个根号38.16。这个好像不是很对啊。我们开一个括弧啊，开一个括弧，38.16乘以这个17.80。Alright, so 大概是对的了哦。So 就是因为它上面的这个数目错，连带分子错，然后这里为什么我刚才看到负七点多，我就直接的知道我做错了呢？因为我的值一定要是一到负一之间嘛。哦，我们已经讲好了的，所以你算到不是的，那你就错了。所以如果你看啊，这个是我整个计算其实是有近似值的，我这里又有近似值，这里又有近似值了，所以算到最后你可以看到呢，它是有差距的。我这里算到 0.6784， 这个算到 0.6631。 OK， 所以我相信它是 算到比较正确啦。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对不对啊，这个一题就够我死了喂。一题就够我死了。在哪里？0.6631，6631耶！意思是说他应该也是用这个方法的，哦，6631是最准确的，哦，就是应该用这个，Excel 来做的了，这个人，过分。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另外一题哦。所以如果我们不是用我们用试一下哈，那个第二另外一题，我们尝试一下用，这里有13个学生，我们 key in 回同样的这个表， OK， 头头的只是我们缩短两例哦，啊，对， delete 掉啊。 OK， 我可以不可以猜出来？还可以猜出来，所以我们懒惰了哈，所以手算这种东西由你们自己来了。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借用一下那个 Excel 的啊，不然的话我们很惨了。231 33 49 58 53 44 55 12 15 跟25，当然这一边我的这个Excel 不是很好，因为我除以15。那事实上呢，其实它可以用一个 average， average， 然后拿这一栏，那它就自动的跟我算到多少个，我就除以多少，所以它会比较。smart 一点的，但是这个 formula 里面又除以，不是很好，这个就变成除以13，哎呀，还想不到方法要怎样把它变成除以13。Anyway， 我们先用回啊，先用回了，都130。等下我们再看一下需不需要修改我的 Excel， 124 126 117 135 143 138 132 143 133 155，高血压147。 OK， 这个是血压跟那个这个是除以13。哎，当然你可以用 average， 你也可以像刚才的，哎呀，我们用回刚才的方法了。刚才的方法就是这个除以13咯。所以这个 number， 当然这个就不是很理想的一个情况了。当然这边取了平方，应该这一栏都没有问题。这一栏应该也没有问题，这一栏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是3到14的，也对。然后我取这个，应该也是因为缩短了两个，它自动的帮我调整了那个位置，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对的了。所以你会看到呢，我们这种计算呢，其实用 Excel 的话，你只是做一次，然后这个 R 可能会比较复杂一点，但是我 key in 了那个哪一个位置对哪一个位置的乘法，过后呢，它其实
其实也是蛮容易的啦。哦，如果你整组数据是一样的人数，那个更好。哦，一样的人数啊，就是每一次都是做15个人啊，那你就可以用回同样的 Excel 了，这样子。啊，不过要补多一点，其实也没有很难。Anyway，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算的对不对。第几？完全正确无误。OK，所以这个是0.2748然后是低度的一个正相关。那这个它其实是研究什么呢？研究那个年龄跟血压的一个关系。虽然这个其实是那个关系是有的，他们是有讲说这个年龄越大的话呢，这个血压其实是会比较高一点，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这里可能他拿到的人不是那么的，可能是老的人很健康，然后年轻的人很不健康这样子。你看年轻的人都有1-4亿，甚至1-4亿是相当有点轻微的那个高血压了。然后，老年的也没有很高哦，1.43，对吧？25岁，结果1.47来了，这个是，也是高血压的，1.40以上的都是属于高血压，所以感觉上年龄高的、年龄大的，好像也没有说特别的高太多，所以这个其实跟年龄跟血压好像它的关系其实蛮低的，OK，不过。低，当然，我们讲说你的数据只是13个人未必能够做准，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手算13个人，我们都手算到要死了所以如果你今天给我100个人，然后还要我用手机算，基本上是没什么人可以要做这个工作啊，所以这个相关系数来讲呢，是真的都是 key in 最顶。最差的都是 key in Excel 来算的，不过 Excel 是已经算是一个相当讲义的一个灵活性，因为 Excel 其实它基本上就是自动的去帮你运算，然后它整个是用电脑去计算，然后你也不需要自己再另外的 key in 了，而且呢。Excel 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你要算什么，你都可以自己很快的可以 program 出来，所以它算是一个小型的简单的最 layman 的那个 programming 的一个 tools 给你啊，然后让你去计算你要的东西。所以 Excel 呢，要学会用啊，真的很好用的。然后你出到外面啊，这个 Excel 你看一下子 key 进去算出来了。好，那18.68的这个练习来讲，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还有4分钟的时间，我们看一下，第二题我们先做一下，因为它15个人哦，15个人我们可能 key 一下，然后是数学跟经济学的一个成绩，然后我相信呢，我再把它换一下。我再把它换回去给你。啊，这个是15个人的吗？我再把它我换回去了之后，我再 key in 这两道的数据，然后分布图我就不散布图我就不画了，我们直接看它相关系数到底是多少。X 呢，我们是放数学的成绩了，九十、六十八、61、58。62、71、63、72、54、64、48、81，然后另外这个的79、61、70、86、69、68，62、80。70、74、77、54、92。
哦，这个关系相当高啊，这个是84.45的一个关系。所以经济学跟数学很多时候呢，它都逻辑性啊，还有那个计算的那个技巧啊，可能都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所以为什么呢？它会有P-in 学生的这个数学跟经济学的成绩呢，会有这样子一个相关系数呢，相当接近一的一个情况，这样啦。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对不对？18.6，这个第二题84.44，0.8445，对吧？这个是高度相关的。OK 所以这种题型呢，等下下一个星期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就用 Excel 来。我肯定是用 Excel 了哈，刚刚我们手算了一题，结果也是不成功啊，那就是算错了一个情况了。所以等下8.3的其余的题型呢，我们用 Excel 的方式，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计算一下它的相关程度，然后我们就结束掉这一章了。哎，结束掉这一章，我们才进入下一个小节。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结束掉这一章相当大的一个章节哦，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啊要教。OK，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放学了，谢谢。